巧克力塔，这个是提拉米苏，上手。哎呀，这个拿来可以做烟灰缸。好香，满口香。满口香。好香，巧克力带一个白酒的味道。留了一点给我爸。好香。这是梦龙，这是被我加热的冰山熔岩，我还没有加热过呢，看加热是不是更好吃？加热了以后更好吃，入口即化。好久没吃了，好吃。加热了，把它给吃了，加热更好吃，你们可以试一下。
好吃，这两块给我妹，来点肉，这个是关东煮。哇，福袋，我想吃了好久。年糕里面是，好吃。好吃，好吃，再一口。好大一个，好大一个，把这个吃完，啊，欠我一下。这个是小茉莉，今天来她家店里吃。小茉莉，我好像没吃过耶。淡淡的茉莉香。下面是蛋糕，这个叫醉樱桃。
先来这个千层雪。好吃，还不错，啊，好冰啊！冰淇淋我很少吃，第一次。好吃。这是多福的，都没吃过。八四房，杨梅味，这个好香，咖啡味好浓。好吃，下次多买点。哈喽，我们今天吃爆辣火鸡面。这个蛋好像每次都没有煎好。
来我们今天吃关东煮。我少了个，好了，我们今天吃火鸡面，还这个是罗森的那个照烧鸡腿。有人吗？好，我们今天吃灌汤包。
鳗鱼火鸡面。这个筷子好像不太好用。这面好辣呀。真的超级讨厌吃上面的鱼皮。Hello, 我们今天吃黏糊糊的火鸡面。爆浆麻薯，
喽，我们今天吃梦龙盒子，还有这个提拉米苏。雪媚娘，这个好像巧克力一下放多了。